02236399555，您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。Hello， 你好啊。喂。嗨。嗨。爸爸。你好啊，儿子。你叫我谁啊？谁啊？自己儿子都叫出名字来。儿孙满堂，自然叫不出来。你到底认几个啊？你兄弟其实蛮多的。三，目前几个啊？三个。那你讲啊。都叫不出来啊，一个也叫不出来。我小博啊。嗨，小博。我会努力记住的。相信你。OK。啊，没有，我讲，以前。你是红豆他哥吗？不是啊，就是青少年，这青少年嘛。哦。你要讲什么？以前怎样？以前哦，就是现在。以前犯贱。讲完了。没有。我说，刚刚不是有人打说那个，就是他喜欢的人交女朋友，嗯，就是我朋友他们教我很多人，然后就说什么，就是用脸书继续密他们，然后就是跟他讲啊。你是说就是还是要跟他保持联系的意思吗？对啊，然后就是把他抓过来。你说应该要抢过来哦？对啊，他们都这样跟我讲。那你有做到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是以前啊，而且，以前我好像有啊，就是喜欢一个女生，嗯，然后结果我她交男朋友，嗯，就完全无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你说对于她交男朋友这件事，你完全没有感觉？对啊，我就觉得还好，没差啊，那继续跟她讲话。犯贱啊！你说你很犯贱，对啊，为什么会用犯贱这两个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也不知道？但你不是没有感觉吗？没有感觉就没有犯贱啊，就没有犯贱啊，就是还是把他当朋友啊，是喜欢的人啊，重点。可是犯贱是你明知很痛还要过去做啊，对啊。可是你没有痛啊，你只是继续做啊。应该要痛啊，应该要痛，但是我没有痛，对啊，所以我应该要犯贱。是很犯贱，不是？没有，他已经帮他自己下了很犯贱的结论了。好吧，我无法参透青少年的脑子。我想这应该就是父子之间的代沟吧。哎、欸，你要尽力了解儿子的想法、啊。我大概知道了啦。他爸，我真的很犯贱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我大概知道，小波，不要说自己贱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是爸的儿子，爸的儿子不贱。爸的儿子抬头挺胸做人，好不好？我弟也很贱。你自己什么？我弟也很贱，他在旁边睡觉。这样也。然后他一直踢我，还有睡不着。因为他睡着啦、啊。你们的床很小吗？要不要你吸一下他脚趾头？要不要叫爸爸买一张大一点的床给你们？上下铺就好，习惯没关系。以前住校，那上下铺你要睡上铺还是下铺？以前住校都上铺啊。是哦。对啊。好吧，爸爸买给你。爸爸好棒哦！好棒耶！小博晚安喽，晚安。